所以急中人心的时候到了，下面要抽出一等奖名，由嘉禾北民意会长赵会长抽出五名一等奖，拭目以待。一等奖。二等奖我没听到，那你没有吃到。几号了？二十七号。106。吕文英。吕文英。你是怎么在外边站着的？五十八号，董一文。139号，李永红辅导老师。恭喜恭喜恭喜！还有一个啊，最后一个，79号，你的名。下面大家请安静，请安静。抽等奖一名，看看这个幸运者是谁。由我们的工商行行长韩行长来抽特等奖。34号。哇！兔年好运来！来照一下，照一下，来来来，把那口罩遮一下。谢谢谢谢，下面是广场。